个叫外卖？爹哋好挂住你啊！爹哋都好挂住你啊！不如我哋一起食饭啦！报告发现李先生有个恶性肿瘤，在扩散之前，我哋要尽快做手术。放心，我哋会尽力。妈咪，爹哋去，爹哋已经承诺我哋好快翻屋企噶啦。不如我哋而家斗快跑翻屋企啊！各位同学，你哋有咩愿望啊？可以找到我的大马王子。传说只要将愿望写在纸上面，就接近一千亿人生。哇，大雨啊！妈咪，我今个礼拜要考试啊！之前冇听你讲嘅。仲有，我想攞翻今个礼拜嘅零用钱啊！你唔系话要留俾爹哋医病嘅咩？你唔中意爹哋啦？咁好啦，你俾心机读书啦，爹哋咧我会照顾噶。知道。开会文件带齐未啊？喂喂，唔该，陈欣欣家长啊。我系。欣欣呢几日上堂都瞓着觉喎。可能呢排佢考试啊，唔系好够瞓。吓？但系我哋最近冇考试喎。开门俾妈咪，陈欣欣，你同我开门啊！我数三声啦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做咩讲大话？你做咩喺我银包度攞咗钱啊？你爹哋有病，你都唔理，你净系匿喺房度做乜嘢啊？你攞咗我啲钱做乜嘢？你攞咗我啲钱买啲乜嘢？你知道妈咪好辛苦噶吓？点解你咁曳？点解你咁曳啊？你啲嘢喺边度啊？你快讲，你收埋啲嘢喺边度啊？各位同学，你哋有咩愿望啊？可以找到我的大马王子。传说只要将愿望写在纸上面，再接成一千粒流星挂在窗边，风一吹过，愿望就可以实现。吓，一千粒咁多？欣欣晕低是因为她脑里面有个肿瘤，我们现在要即刻做切除手术，但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她未必咁快醒得翻。医生，不是切咗就醒噶啦咩？医生你帮我，我得一个女啊，我真的不可以冇咗佢噶。
你要帮我，我做咩都得噶。你要几多钱，点样医我都得噶。你讲就得噶啦。我唔该你，唔该你，唔该你。相信我，一起去过，让我最简单的快乐能藏在这歌，陪同着回忆。当下最真，让爱无憾，爱在当下。AIA 全港首创 AIA 加月智配保癌症保障，助你和家人并肩对抗癌症。相信我，一起去过。